家華議員，主席，一啲真正認為一個制度是幫到人的人，他不會強調這個制度的被人衝擊的人數有多少，或者濫用的人數有多少。主席，若果翻查報章的資料呢，我們發覺可能說領取綜援人士或者綜援這個金額這個制度是養懶人的說話呢，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1998年，主席，當時的社會福利處處長梁建邦先生就是用了一番這樣的說話，他說綜援金額一定要降低，否則呢就會養懶人。當時即時當然是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在沒有最低工資、工業大部分北移、政府還這樣標籤受政府經濟影響而需要領取綜援的低技術勞工和家庭，你說是不是涼薄呢？之後我們竟然發覺很不幸，在歷屆特區政府施政失誤、資源錯配的情況之下，失業人士或者貧窮人士竟然是日以繼增，直至到現在香港是有了一個世界的惡名，就是我們是已發展的地方貧富懸殊最差的一個地方。但主席，儘管如此，特區政府呢那套好怕益了懶人或者益了窮人那種心態呢，是從來呢都是沒有改變過的。我們前幾天嘛，主席，我們在立法會討論衰仔紙的問題，特區政府還厚顏到呢，每一次談及這個問題，他都說沒有衰仔紙這樣的東西，政府是沒有一個表格寫著衰仔紙三個字的，是沒有的。他亦都說要子女去簽紙去便利他爸爸媽媽領取綜援，有什麼不妥呢？是沒有不妥的。主席，這個就表達了政府那種好怕益了窮人那種心理。主席，2003年特區政府削減綜援的金額亦都是另外一個好的例子。在這些歷史背景之下，當我第一次看到田北俊議員提出的動議，其實我心都是打了一個突。如果你要優化綜援的，那就講優化綜援咯，何必要用這些字眼，好聽的就是改善政策，難聽的就是在困難的人士上標籤，再加上濫用的污名。主席，自由黨今年一月呢用電話問卷調查作出分析，他說過去10年香港失業率回落，但領取失業綜援的是未有如數下降，又說呢這個領取綜援呢是多於5年的持續，在5年內是持續增加，更加憂慮呢高學歷的申領人士是不斷上升，所以呢自由黨公開說就需要制定的措施，防止有人依賴濫用綜援，要設法推動有勞動力的人士到勞動市場工作。主席，要幫勞動人士去勞動市場工作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是贊同的，但千萬不要同一口氣去侮辱、去羞辱社會需要幫助的人。主席，如果我們細心去看看啲數字，其實我們發覺自由黨那個所謂電話問卷調查呢是略有問題的。主席，我很客氣，我說略有。如果你看回過往的官方的數字呢，其實這個失業率和領取綜援的人數呢是有個掛鈎的效應，而綜援的申請人數呢，其實在過去幾年呢，是由2003年開始呢
是每年递减的，主席，是递减，平均每年是减少 0.7 的百分比。啱啱今日头先下午就，主席，就一个新的数字都出来，亦都讲了呢，就是今年比起去年2011年呢，领取综援的人士的个案呢是少了10,000人，是10,000人。我们再看看，就在失业综援的数字里面，其实是集中于40至49岁和50至59岁这两个组群，不是好像自由党那样，是很多青年人或者高学历的人士呢是领取综援。所以主席，这个所谓养懒人这些这样的说话呢，就算你讲得出口啊，在数字里面我们看到呢都不攻自破。况且一个人综援的标准金额是1900元，1900元就，主席，在一个咁处于高通胀的社会里面，是不是真的养到他呢？本身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咁当然啦，喺社会里边有好多人士会从佢自己同其他人嘅口中嘅听闻，或者睇到自由党嘅宣传产品，或者佢自己可能甚至乎佢自己都认识一两个真系滥用综援嘅个案，就可以以偏概全咁讲，香港系有好多人滥用综援。我希望一阵局长发言嘅时候，佢都会否认呢个指控嘅。其实因为你这些指控呢，你是会给人一个感觉，就算你不是滥用呢，你都是懒人，不过滥用呢就更加差，是这样的。主席，在社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很多人需要依赖综援生活，不是他想的。主席，前两日我只去支援几位教车师傅，他们讲给我听的故事真的非常辛酸。他们在这个驾驶学院做了20多年了，主席，超过20年，你估他人工多少？11,000多。他开始的人工是8,000多，做了20年之后仍然是11,000多。那都不紧要，主席，竟然仍然被人过年之前一个月做解雇。解雇是什么原因呢？主席，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组织工会争取权益。哇，作反啊，这些老板级你走去组织工会，我就不赶尽杀绝你，我就炒你鱿鱼。但是主席，另外一个更加令人痛心的呢，他就说这个20多年的师傅，师傅的师傅来的教授的徒弟现在都做了师傅了，但人工都在做，但太高了，11,000元都太高了。运输署呢助纣为虐，出40个牌。咁就后生仔呢，有啲徒孙啊，攞咗个牌之后，驾驶学院就话得啦，年资高啲我就炒咗佢啦。我就请呢个后生仔8,500元。一样。主席，系啲咁嘅理由。咁呢啲人，呢啲师傅啊，主席，他唯一一生人的一技之长就是 教车，但是离开了学院呢，他就不可以教车。那他会，所以他会怎样呢？他不去领取综援咯。那不知道自由党会不会说啊，乜你这么懒的，你不出去找事做咯，你不做教车你会当更咯，去倒垃圾咯。嗱，主席，我相信社会是有这样的人呢，是愿意50多岁、60多岁都是转工的，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但当他不可以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去领取综援的时候，麻烦你不要说他是滥用综援。主席，今天我的动议其实提出很多的优化这个保障基层人士的措施，我们很多同事都提出相等的措施。我今天没有时间逐一介绍，我只可以说香港还是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哋今日嘅焦点系应该喺帮助他人嘅身上。